欢迎秋宝老师傅。这肉真漂亮，长得跟模型一样，长得跟模型一样，假的一样，对啊，太厉害，太漂亮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对啊，高粱，一点羊骚味都没有，哎呦。你不要污染的那个小羊肉进口的啦，不会有。对，我刚近距离的感受它了，真的非常的新鲜。秋宝郎师傅今天带来的第一道小羔羊料理，来，菜名叫做明太子松露小羔羊。松露小羔羊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红扁豆，红扁豆，萝卜红扁豆，红扁豆，萝卜干。那个红扁豆是来自于欧洲，还有美国，他们也是帮助淀粉。我们节目里面很少出现它，嗯，红扁豆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听过。豆类的话，在老外来说，它是当主食在用。对，这个鹰嘴豆啦，红扁豆，鹰嘴豆，红嘴豆，真的，这是我们的。而且还会用这个来跟糙米一起煮，就是把它。所以你吃，你有煮过？对，就是把它蒸起来。你认识它？我认识它，我认识。它很容易熟啦，而且很营养。对，他就把它当成主食吃。减肥者也非常喜欢这一道。五分钟做完这道菜，五分钟。明太子松露 cheese 小羔羊 ，cheese 开始。哎，把烧腌一下。要抓腌的。腌一下。橄榄油。那小羔羊来自哪里的？应该纽西兰。纽西兰吧，我猜吧。台湾没有吗？台湾没有，台湾山羊居多，因为这个是绵羊。我们台湾养不活吗？这种？台湾的绵羊比较偏观赏用。有啦，那个什么剃毛啊，什么那个叫亲近农场，亲近农场啊，合欢山那个，对不对？它是绵羊。绵羊，那绵羊，羊比人多。有吗？蛮多的。你没有去看过那个剃毛秀吗？有啊，有的剃毛秀很好看。那你知道怎么把绵羊抓起来吗？就下面夹着，然后上面夹，然后把它养着，然后就开始从肚子开始弄啊。所以你知道啊？我知道，我剃过，我剃过。你是剃过还是被剃过？被剃过还是？羊妹妹在旁边看你被剃，被抓死了。对啊，我刚才就是被抓的感觉。剃过，那你可以买票。我想看。有开了，我毛很干净，我可以。洋葱、西芹。好，我还有西芹。厉害，你现在厉害，你都知道该吃什么时候插话，厉害，不错，无缝接轨啊。谢谢，把它爆香。我待会呢是要做它搭配羊，这小羔羊的淀粉。OK。那你有先蒸过吗？这个稍微煮一下就可以，这非常快，大概是三分钟、五分钟就可以了。是哦，对。先蒸过了，一分钟，好香，好香。来点盐巴，胡椒，加下去，好香哦，全部啊。哎，小羔羊吃，你要弄几分熟？你先三分，水，好，三分啊，水，要不要再盖？就在盖吗？盖好，来一点高汤。对，红什么红扁豆？红扁豆。红扁豆。我为什么没有看过它？嗯，猪肚是欧美国家的主食，对，尤其是欧洲贵的，欧洲贵。欧洲就像我们吃米饭一样的意思，有点像这样，它是能饱的，能饱肚子的。哇，明太子，明太子来了！哇。这个他刚说是红扁豆，红扁豆，红扁豆需要营养这么多。他是不是把它放在旁边像马铃薯泥这样吃啊？也可以这么说。你说这个？哎，然后这个是薄荷叶。哦，薄荷叶。刚刚的美乃滋呢？对，美乃滋是原味的还是甜还是带甜？原味的。原味。啊，一个酱。这明太子已经够咸了。看。对啊，对啊。哎呦，像范瑞君听起来你应该会做菜哈。我是爱吃。哎，你来我们这边比过不是吗？对啊，松露油，然后芥末籽酱。哦，芥末籽酱。嗯。时间剩下两分钟。好，来起。哇，手软。这样多。这么大手笔哦。很多很多。好，再等一下。对它这样就好了。哦。哎呦，就还要弄一点。再弄 cheese 片。这会不会已经五分熟了？拿个盘子。哎，我觉得羊排比牛排那个耐煮，有时候稍微老一点点也还好。
纤维比较细，哇，纤维比较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香，好香，必须是小羔羊啊！我觉得一般羊排还是很容易，还是很容易熟，就紧了，紧了就哎。然后一个是松露芥末，芥末籽，松露芥末籽，对，抹上去之后还要烤吗？要用起司把它烙，然后再来一个，这个是明太，对，明太子薄荷。哦，时间剩下一分钟，开始倒数，加油！哇，看起来就很诱人呐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该还是很嫩。这个音乐也太紧张了吧？对，压力好大。我们好像没来吃过五星级料理，没有没有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把它烙盖住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可爱啊。所以这样看起来啊，好像只有起司，结果咬出来以后又有不同的味道，嗯，会一个大惊喜，对，而且漏掉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哇，这样的，美美的，哦，小心，差点就破了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剩在下面，对吗？看起来像炖饭，师傅会做菜，摆盘还是很重要。漂亮哦哦，也不着急哦哦，把它做好，请大声报好，要不然尴尬哦。好，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对对对，明太子松露，气势小羔羊，两边。阿姐，阿姐要厚道。哇，可能三分钟，看一下，看一下镜头，断面秀。好厉害！他们到里面一点血都没有。那曲哥你吃不到，好可怜哦。哎，这确实的香气特别好。它严格说起来，最明显的是黄芥末啊，对对对，我是黄芥末的，很好吃。薄荷这两个很明显，但很特别是它的红扁豆，它放的芹菜啊，所以那芹菜在里面是唯一最有脆口感的东西。嗯。分不出来这么多哎，就是很好吃。李兆杰讲一下口感。你真的以为你来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我现掌声鼓励，哇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，一点骚味。好吃，羊膻味了，羊一点都没有。嗯